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会儿看您满头都是汗，你要不要擦一下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想拿这个纸，然后这 U 盘盆是插着的，我这么一拔，人刚滑了，我。干什么呀你？小伙子啊，你说你长得文文气气的，怎么能办这种事情啊？不是，阿姨，我什么都没干呀、啊。去就去，反正有监控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我怕你啊，跑不了，我给他曝光。你拍什么拍、啊？让你全出手。我现在就要下车，您停车吧。你泼完脏水就想跑，你是不是心虚啊？给我下车。没到，我下什么车呀？下车。你怎么把他拽下去了？他是色狼。你笑什么呀？走啊，派出所。不用去派出所了。不用去了，我不是色狼吗？啊，走派出所看监控。谢谢你。哎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Strong with you by